great hunt, Exile. Einar will write a mighty poem about it. Thank you.
加起我大概三分钟，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没事。没事。不要死掉！不要死掉！OK， 我可以把那个装上去了，就是我现在那个 quest item， 搞定。哎，有了，嘿嘿，不见了，那么大一坨，海盗船来了。这里 ，Oh shit， 走错路了。哎，你已经进来了。啊，看哪边有机关呢，我去查一下。哎，这边有加息。OK， 这里有个门锁，里面就有 key， 我已经看到那个 key 的箱子了，但是就是要把机关通通 shut off。怎么过去呢？这里啊，哦，这边落。小姐，这里有宝箱。等你过来。
哎，这里出去了，什么鸟都没有。这里出去了，所以不对，它机关一定是在这里上位，要找一找了。这里面因为有个有 key 的宝箱。哇，你家车子声音过去好大声啊！哦，这里有机关，可能在里面有。哇！有。哦，这里是没有，这是 quest item， 我们其中一个人拿到就好了。哎呀，小心小心，不需要进去了吧？对，没有密室，走吧。哎，那个房两三个房间有三个锁的门怎么打开？我看到有 key 的宝箱，你看到没有？就在我们面前。对啊，我知道啊。对啊，可是拿不到，妈的，他一定是有密室。哎，那边还哎，伤脑筋了，这是辣。对啊。应该是有个密室，嗯，要不然就是戏弄我们，根本就没有，根本就进不去。哦，也不是，哦，要到肯定要到别的地方拿钥匙，佳琪，我知道，他有什么 silver key， 有什么其他的不同的钥匙，你去别的关拿就可以回来拿，就可以开他的门了。要。所以我们还是得到下一关。我看我们要先去打第一个 boss。等，我转一下 ，OK？ 转转转，慢慢来。有，这边有武器。要，你看我这你跑哪里去啊？真的开了，这个门也开了耶，这里也有一个门。佳琪，我在你旁边，在这里。你别跑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开。啊，要踩在上面。你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了。就是按那个下面的，我也乱按开了。厉害厉害！什么厉害？就是乱搞而已。哦，等一下。哦，他这里都有。哦险，哦险，有机关。对对对啊，就是那个 pad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tile 在地上那个，对对对，拳头。哎，你刚才外面看到是哪一粒？对 ，Oh fuck！ 哦，哎，
哎，等一下，那个门也开了是不是？那个门不知道，我看看。应该不会。没有，没开。一样，它一定是一个开一个的，在这个里面可能就会拿到 key，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开关。OK， 等一下，等一下，小王，我看一下啊。OK OK， 我好像先按这个，然后再这个，然后再这个了。所以是拳头、火还有梅花。OK。啊！哈哈哈哈哦，我知道了。然后拳头，梅花。哎，对了对了。照外面排的嘛。花。这个。拳头。这个。对，花。OK。但是肉还是辣。哦，那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本身我们也要把它解开啊？就跟一样开的门的嘛，你懂我意思了吧？ Uh-huh. 你刚才怎么样开第一个门的？第二个门就更复杂了，这个就是 keypad 更复杂了。哦，不行。妈呀！我快被干掉了，哎。杀里面的人，哎，他不让我杀里面的人。火，拳头呢？哦，shit，那梅花。不是，先火。哎，别乱按了。先是火。先是火。Oh shit！ 我按火了。这里的火不能按，那里的火就可以按。不是不是，等一下，这一口就可以按了、啊。按你个头！哦，这个我试了。那这里先按梅花可不可以？然后梅花，拳头。这不对啊，门应该怎么开？火，拳头 ，shit， oh my god， 开了，开了，太棒了。过来呀，老子啊！小 case， don't worry， 拿钥匙吧。Oh shit！ 这好多、哦。没有拿到钥匙，反而拿到这个了。对，没有钥匙。钱多多啊。OK， 不错嘛，佳琪被你开喽。我会觉得奇怪，我也是碰运气了。对啊，他六排，每一排只要你踩对 key 了，接下来就没问题了。还好他有那个 refresh。对啊。走吧，要打完还是进去？OK， 打 boss 咯，耶！先去休息室一下，准备接下来准备打 boss， 好像打拳击赛一样，先叫休息室你。休息室里面一下。The weary traveler draws close to the end of the path.
was close to the end of the path. Okay, 搞定。The Asmeri were the first culture known in history to use trials of strength, wisdom. An emperor is only as efficient as those he commands. Son of a bitch! 好快哦！对啊，你那个你这样你怎么装备的好猛哦？我都不知道，越装越爽。我每天有时候花两三个钟头坐在那边发呆，就在装这些东西。哎呦，我的天啊，这边也是那个、啊！哎，小心！哎，一个黄的。哦，小心，小心。这里你每次都死在这里，忘了，小心小心。好，冲，加急。我帽子好像有点锈抖锈抖的。奥法！我在干嘛、啊？我的帽子好像有点锈抖，等一下，谢，我一定压到了。OK, better. 我的 mouse! 快 stand down！ 呀，拿到了。这个宝箱，加起。这里还有个门。哦，这里有机关。The son of Ezemir met the son of Sarn upon the road to the imperial throne. The Eternal offered his coming, his eyes and ears bought and paid for. The Ezemite offered his strength, his sword, earned in the arena. A pact was forged. 我记得这里面有两套机关，应该可以拿一个到两个钥匙。Two men bound by hope. Two men.And only one emperor. 这是厕所。哦，小心！小心有机关。Oh shit！OK， 又有机关。哎、欸，我已经 碰到下一个门了，可是我们没有找到 key， 所以还先不出去。小心哦！哦，有隔壁就有机关，我找隔壁的门。小心哦，加急！哦，谢，在这边，小心有订书机哦。啊，忘记了，刚刚进来。哦，这个机关不要进来，加急，这个机关很烂，这个机关只是带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而已。
你就死在这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不要走这里。我现在去找另外一个机关，因为我知道这里面有个 key。嗨，真的有个暗室被我找到了 ，Switch 佳琪，赶快过来。我们刚刚以为是也是一个厕所，结果里面有一个 Switch。在这，哎，不是不是，这里这里这里。还有在等我们来，就是 boss 在等我们。哎，就这样子啊。Influences reside in dark places。哎，他没有其他的那个，这次他没有房间哦，好奇怪。Oh shit！ 很猛，这里没有来过。但是 dead end， 不要进来了。没有，这边都是 dead end。那今天钥匙房间怎么那么少啊？那算了，佳琪，我们去下一个房间吧。OK。也许下一个房间就有两，可以拿两个钥匙，三个钥匙，反正好像。哎呦！我听说用分手还被插到。反正我听说，反正最多可以拿到好像十个钥匙。这里是有锯子的那一关。呀，有锯子的。小心哦，佳琪。哎，有 boss。Shit， 小心！啊，这里有机关，我们要 escort 那个东西。一路上会有很多怪物出来，在这佳琪，就是一直让它动，只要我们离开了，它就会。这后面有个 lock the door， 对，没错了。反正一定要待在黄色圈圈里面，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机器就会往回走，你知道吗？我的 totem 很强，哎，来个 boss， 已经不是 boss 了，已经嗝屁了。Oh shit， 小心，干得好，开喽，开，哎 ，treasure key， 哦，哎 shit， 给你佳琪，是个橘色的给你。有掉一个橘色的，来，在哪里？我没看到。等等等等，我跟你那个 trade， 我怕丢地上真的没了。哦、oh, ，OK， 谢谢。接受它吧。现在没办法接受。OK， 要不让我动，那个你等一下，我先 cancel 一下。
啊，你东西又满了是不是？不是，他乱七八糟的话。哦。OK， 好了。因为关于这个 transaction， 我就没办法，他就不让我放东西，不让我放任何东西了。好吧，你把地上反正收拾一下，我继续看看哪里有密室。拿刚才拿到一个 treasure key 了嘛，对不对？对。OK， that's good， that's good。交给你身上好了。啊？为什么？哦，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东放你那边的话，不是就比较容易放东西吗？OK， 放我这边 ，in case 真的你嗝屁了 ，treasure key 就没了。对，来，怎么弄啊？你就是我的左边的人像啊，在 team 里面那个 partner， 你 right click，、okay. 对。啊，不能吹。哈 ，key 不能吹啊？再试一遍，等一下。不能吹。OK， 没关系，等是有 key 我来剪好了。老师的妈，让你剪就好了。因为你的阵亡机会比较高。哎，等等，去那个宝箱哦，有十个大宝箱哦。上次贝里，我叫贝里挑一个，结果一下掉出来四五十个，那个就是那个 currency。我剪都来不及剪，太多了。这么好？对啊。贝里还很开心的，贝里说 ：“See， OK， 完全满了。你可以回头去那个什么，去放那个什么、啊、，If you wanted to。我就在那边清关就好了。然后我再找另外一个那个什么、啊。”就是那个密室。哦，谢，这边有句子那么多 ，fuck。哦，谢，还有炸弹人呢，冲上来自爆的。And the Eternal took their rest in the Lee of Strife's Gale and remembered her traveled road. Beast and fiend had fallen and bled to the Ezemite sword. Swift and true. Trap and trial had risen and succumbed to the Eternal's wits, quick and shrewd. Two men had cried their triumph, a warrior and his guide.Whilst other ascendants echoed their pride with anguish and agony. Oh fuck! Wow, 好多句子哦，这一。哈，蜘蛛自己被句子锯死了，活该。Treasure 打开都是烂货，没东西，好烂的、哇，你跑那么远了？还是你还在房间？还是你在房间里面？我说你在这里吗？你刚刚不是往这边方向走吗？哦，还没有嘞，我绕到另外一头去了。我找看有没有 miss 掉那个密室，密室人妻。Oh fuck！ 你小心哦。哦，我找到了，有机关，这边有密室，佳琪，就是你走的那个方向。OK， 我现在找到那个出口了。
对，哎、欸，这是我们进来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那个密室，就是不然那个不是密室，就是那个有银行的地方。那我出去就回不来了嘛？回得来啊！我、哦、这里又有找到 locked door 了。我在开 ，OK， 我已经开了一个那个什么了，一个机关了，还有三个，才那门就可以打开了。哦，不过这个地方实在太多那个了。哦，两个了，我开了两个锁了，还差一个。OK， 哎呦，不不不，门开了，佳琪，但是我现在没办法过去，太多刺了。Oh shit！ 开了。拿到 key 了，我不需要过去了吧？啊，不需要拿到 key 了。OK， 回来了。好像我们有两个钥匙了。OK， 我出来了，吓死了！哎、欸，我这个地方跟你那地方不一样哎、欸。哦，真的吗？我的在隔壁，就是在下面点。对，就是密室了，走吧。呜 ，OK， 放东西吧，然后打 boss。哎、欸，这上面也有那个哎、欸，看有什么？你看这上面，你看我这边，这边有，这是什么？哦，这是我们下一关要打的 boss 啊。那个 boss， OK， 这个是告诉你预告，那个 boss 等等那边不是有那个升降机吗？对不对？ Okay. 会出来什么货色？等等就会出来这两只。OK，OK，、okay. okay, 准备好了。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准备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哦，想要哦，我拿到一个 flex， 他讲说增加3000个 to armor。哦，那个一个瓶子，对不对？对，对啊，对啊，那个很强。好，出发。OK， 刚才看到那两个 B 样子出来了。就是两个骷髅头啊那些的嘛，应该。哦，没有，那是最后的，那是啊，在上面，在这里，没错，出来了，搞定。找密室，相信。哦，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有火喷出来的时候不能走，你知道吗？
小心有火，不要走。Oh shit！ 我的帽子有点怪怪的。嘉琪，这里有密室，找到了。等一等，等一等。OK， 这里有一个。Oh shit! Oh shit! 有机关，不要过来。OK， 关掉了。哇。Oh shit!Oh fuck！ 我要被干掉了，我要被干掉，太烫了，太烫了 ！Fuck！ Fuck！ 躲这，躲这，嘉欣小心你的 life！ 我去关锁了 ，OK， 门开了。赶快，赶快要到下一关！喂，小心！血挂了！啊！哎呀，真是的！太可惜了。下次吧，钥匙也没办法给你。对啊。钥匙已经没了，他只要一离开这边就没了。哎，不过很好玩，我一次那个什么 mana 我都没有按过。好、哦，要、yeah, not even one time， OK？ 哎呀，打到底了，没了，打完了。啊，打完了。对啊，打通关了。但是 anytime 你要进去这个门或者 portal 的时候，你只要 hold 住 Ctrl， 它就可以说你是不是要把它 reset， 就可以再打了。再打可能就不需要了吧？对啊，是不需要，但有些人他就是在 grinding 啊，他想 level up 啊。哦，因为他这样，他这个比较打比较方便。对，就是说跟你的 level 差不多，会比你高一点的话，你 level up 就很快，他就一直 reset， 他一直打打打。像我就有好几次，我也是 reset 啊，然后就在一直打，一下就 level up 了，因为我想赶快把我的 skill 弄好一点。哦 ，OK， 没了这边。其实你刚刚撑一下就已经到了差不多，但是无所谓了，东西拿不完就是拿不完。哎，那你那些菠萝东西都很多了啊。啊，对啊，菠萝很少用。哎，这里是 dead end 啊。哎，没有没有 dead end 啊，这是 door 啊。哦，是 door 啊。哎，对我来讲是 dead end 的，我回不去了，我笑死了。你怎么可能回不去？哦，因为我这边的 story 打完了嘛，所以要堵住我那边的门。不会吧？对啊，拿你们的奖品了，然后我们就很拽的头也不回。切！然后很拽的头也不回，然后就说：“钱财对我们来讲如同粪土。”然后就走了。Vina， 谁是 Vina？
哦，在这里。也好，拿了一个 skill point。就在站旁边，好多门哦！他妈打，我在打圆圈，我的天哪！对啊，哎，下去掉了两个，两个什么？两个那个 orbs 还是什么？有吗？又没看到，在这里啊！不是我刚刚哦，拿了，是我打开来的，我都没看到。哦，没有，是我打下来的，我打开的，哦、打下来的。OK， 喂，走过了，这里没走过。哦哎、欸，走过了，你走过了。啊，对。哦。Oh shit！ 我被干掉了，佳琪。但是我的 Golem 还在继续打，好笑。但是我的 Golem 现在没有 DPS。还是要注意一下。你怎么会死呢？因为我 level down 了，你忘了，我跟你讲过了。我如果不知道你那个打出去散出去不是很强吗？是很强，可是我 level down 了。呜呜呜呜！哦，这个很强，这个暴神强。哇，你叫的好惨哦！这群神经病终于打死了。哦，原来碰到这个东西，怪不得都是电的，而且。因为我也是电的，你知道那个 element 啊，它是这样算的嘛。如果是同样属性的话呢，你的那个东西就减少很多了，你的那个 DPS 攻击力就减少很多了。他们这一群四五十个，刚好通通是电的。哦、oh.。加上我又被 force， 就是 level down 跟你一样。我蛮喜欢这个 buff 的，好强哦。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另外那一只呢，如果跟现在跟我这个跟我现在这个 character 一样，都是 level 66的话，它会比我现在这个 character 强很多。哦，你另外那个？对，另外那只真的很强。
那、啊、你的 Goblin 你不是不用火的吗？啊，我之前用冰的，后来我为了这个 skin， 我就把它换成电的了。火的有用啊，火的不是刚才那个吗？然后另外那个女的我就用冰的、啊、因为每个都用的不一样比较好玩嘛。对啊。哎，好像在这嘛。哎，在这里。好，在这好。Oh shit, shit, shit！ 等一下。Oh fuck！ 我又被干掉了。还是不行啊，因为还是不行。我是说那个什么不行啊，就是左边那个 mouse button 啊，还是不行，还是要放，只能走路的，要不然你知道吗？你就走不掉了，他就一直以为你要打。哦，我忘了，我还可以跳。这个 character 我上次玩他的时候把他加了跳的。哎呀，我那个还有那个 2000, 那个 3000 什么的。而且我不习惯他会跳，因为我上次加上去的。哦，这里好像打一个 boss， 还是我们已经打过了？到了，哦，你快要打 boss 了，大最大的 boss 这一关，打完之后还没有结束嘞，打已经是遍地尸体了。对，我是来这里捡东西的。现在就那个。好东西，啥？啊？来这边，这边。OK， 来了，跟我打一个 boss。哎、欸，死掉了！加几个过来拿黄色的东西吧。OK， 那边是不是？有一个没杀掉，两个没杀。佳琪啊，有好地方去啊！是，我就是叫你去那里啊。哦哦哦！来来来来来，哪个女的？就刚才 loading 的时候，那个三个奶的那个怪物。哦，小心哦，小心这一只哦。奶的、啊，哇，这个地方蛮大的嘞。哦，线。到了。
到了，老大，全力打老大 ，yes。哇，好多黄的。Damn。照哪一个好？好像都不怎么样。要把它弄完吗？也许还会掉东西，这边还有怪物没打完。什么？这边。啊哦，要清干净啊，可以啊。这边还有很多 chest。哎。这边过来，哎，这边加起，chest。OK， 通通走过了。哎，哦，出去了。哇，你最近手会比较打，会手会不会酸啊？哈哈，有一点。我现在手都紧紧的。你捏拳头动一动吧。Oh shit， 好多字哦，太好了，我最喜欢了。哦，下面都还有，太好了。还浪费了我的替身。哦，对，你那个替身也，你那个替身也很猛。对啊，我经常都忘记用这些绝招。好像绕了一个圈又回来了。替身。哇，替身好快啊！哎，绕一个圈，我看看地图啊，在这边加起，这边左转。哎，你这个火的为什么不也弄成那个呢？我要买啊，它还没 on sale 啊。哦，它是 separate 的。对，很贱的。哦，没有，我买那个机械 separate 的。我要买那个火的，就是五种都可以用。
我其实应该就是买五种都可以用，但 sometimes I cannot wait。那我替身去搞定就好了。我在楼上就把我们打死了，笑死人了。太爽了，眼睛都花了，炫瞎了，太厉害了。往哪里去了？在这边啊，我是往下走。哦、另外一边，你走另外一边。哦，快到了，我们快到那个打 boss 的房间。哦，来了，地方来了。再热闹一点！挂了啊！我挂了。Oh shit, sorry man。没有，是我打开来的。你说要热闹一点，我就打开来了。然后我就被卡了，出不来，你知道吗？我出刚才那一下实在太多人了。对啊，我只要离开那个范围，我就可以把他们干掉。哎，笑死人！哇，贪心，什么吃不着米什么的。哎呦，有点 lost， 怎么过去啊？你要一个大 U turn， 哎，很麻烦嘞。我来接你了，已经。
刚才就在这里。哦，这还躲了一堆耶。啊，失望，什么都没有。很烂的。啊，这边有一个来了。哎，来了来了。Oh shit！ 我都没有准备好。绕一点。要你捡，你捡吧。为什么？哎，等一下，我跟这个可以丢一丢。嗯。我很喜欢打那些瓶瓶罐罐的。啊？我说我很喜欢打地上那些瓶瓶罐罐的。对，我一直在打瓶瓶罐罐的、啊。对，我说我很喜欢打那种瓶瓶罐罐的感觉。哦，你说的打瓶瓶罐罐。对，哎，到了。哎，你之前还有玩 VR 的那些眼镜吗？没有啊。对啊，我也没有，我还买了两个，真浪费钱、啊。你买两个什么？你买两个？我买两个 VR 眼镜啊，一个 Sony 的，一个 PC 的，都没有用，就丢在那边跟垃圾一样。但是没有了 PC 的，我上个礼拜有带了到我的家里面坐了一下。然后呢，又回去开了一下那个，就是像那个 Blade Runner 那样世界的车子，我跟你提过嘛，在那个 Blade Runner 那个世界里面晃了两圈，感觉很想回台北那种感觉。每次坐那个里面的时候，因为在都市里面这样开来开去嘛。OK， 打 boss 的佳琪，你准备好了吗？哎，等一下。哦，不是，我是说，我现在是满的。哦，要不我开个480块钱的 portal 啊？OK。你到那个有点像上天堂的感觉。对啊，送你上天堂，但是哎，还算是你的朋友啊，没有送你入地狱啊。对啊，没错。OK，OK， okay. Okay, 好了，呀、yeah. ，好，出发了。我不小心破了破了 teleport 回去了。哎，你进来没有？进来了。哦。我后面被人家干掉了，我妈的，我被人家处死，那个大大怪的。
干掉了，妈的！哦，啊，你这还敢？搞定了。啊，他们都不打吗 ？Sorry， 我忘记他变第二道了。啊，我被打死了，我没有注意到 ，Sorry。抱歉，我是在疯吃猛吃那个东西。我进来了。我打那个叫后面打我，妈小心哦！啊！你躲开！哎，我也被干掉了！哈！好笑的是，我自己在打他的时候，我反而没死掉。Oh shit！ 怎么样？这个 boss 有点难度吧？哇，掉怎么都那么烂啊，通通是蓝色的。哎呦，我掉了！我第一次打他的时候掉了一个橘色的。你第一次打哪个？第二次呢？就是这一次啊，这次就是我说这个 character， 这一次打他就通通掉蓝色。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第一个我们死掉太多，第二个时间拖太久了。对啊。我上次自己打的时候，就是这个 character 打他第一次的时候，那个什么，你打很快吗？也没有说打很快，但是我没有死啊。然后跟 Brandon 打那一次呢，有没有掉橘色我就不知道，是另外一个 character。那个真的打好久，我不是我跟 Brandon 打很快了，因为 Brandon level 九十几嘛。但是我是说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我那 character 打了他好久都打不死他。我死了几百次，OK， 谢谢。要不然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能打得过，很难打过这个 boss。对，还是可以打过，只是。时间会拉很长。哎，这两个通到同都到同一个地方去啊？是吗？呀、yeah ，他两个上面写都是那什么 Chamber of 什么 Anderson 啊？哦，反正你出来了之后呢，就是要跟这个男的讲话。跟哪一个男的？
哎、欸，那你出去 X 出错了，你又跑回去刚才进来的地方。不是，我跟这里面讲话就对啦、啊。不是跟那个信讲话，不是跟他讲话，是你出来跟另外一个将军还是跟一个什么讲话？哎、欸，这里对对对。我看不到这个男的了，因为我的 story 已经过了，你应该看得到。哦、oh, ，The Baron。对，我看不到他，他在我面，他班长。哦，是 The Torch of the Core 是不是？对，就是刚才正常的 Core， 就是那个我们把 Innocence 打死了嘛，打伤了啦。然后呢， oh. 他的世界就现他这个世界整个就摧毁了嘛。哦、oh. ，出去就变成就是你知道，通通是摧毁的景象了。哦、oh, ，所以你讲的第二个 level， 对，就是第二另外50就开始了。哦、oh, ，现在给这个 Jules 是橘色的呢。哦、oh, ，真的、啊？对啊。那哦，对对，就是 reward 嘛，对不对？对。对啊。我更不能拿，我更不知道怎么拿什么。哇，选这个也是很难选哦，哦很难选的、啊，对啊，我有时候下了班回来10点多一点就开始弄，哎，下都4、5点早上了，只是为了一直在配衣服，你可以 ，Can you believe that？ 有点离谱哦。对啊，当然啦，除了配那些就是那些 gems 之外，就是还是在配我的时装，也有在配啊。哦，你知道那个现在是那个 Sanctify 有没有？啊哈，那个 Flux 对不对？对，你到 Sanctify 时候不能换了。好像是对啊，或是好像要变四个还是什么东西的才能换？对啊。或者是你要拿到你自己的那个 crafting table 去弄它了，可能。应该不是，应该是到50它才会变吧，因为它上面是写50嘛。哦。3000个 armor 那个不错，但是好像只有几秒钟而已，4秒钟而已就没了。哦，真的啊？对啊，有点失落的感觉。对啊，那4秒钟没屁用嘛。有啦，就是 temporary 那个。他起码给我们12秒吧。那干脆1分钟好了。也可以，我可以接受。我不介意，对不对？对啊。